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探险家辛巴，我们要去全世界各个地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感觉辛巴，走！今天晚上要干一个大事。我们现在在北京，等我。辛巴，你觉得什么是坚持？那你现在是走不动了，还是不想走了？我觉得好疼啊！我还有妹妹。想哭是不是？哭出来吧，没事。爸爸，我熬夜等不到你，不怪我。为什么要怪啊？这是你的梦想，你的希望。睡觉了吧？我醒了。Go go go！ 就请你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努力就好了。有钱吗？辛巴害怕吗？人生你害怕，坐起来没事儿的。我希望他开心。老虎属于森林，海龟属于大海。我还没见你属于哪里呢？我属于家。